按钮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赛。因为这个版本很多 ED 都被卡了，超屌！我看到没有？但这个版本好像德莱文还没动到耶。其实已经动到了啊，天赋给他这个，因为现在西兰刀又是回蓝了，你知道吗？出印桌面不想用了。在干嘛？别发呆了，呆总。冲啊！万事俱备，就缺这个东风了。两个。哎，这个男人的，男人的这个皮肤也太绝笨了吧？这他看个 W， 一头滑毛，真的。觉得任何黄毛都是值得尊敬的，好吧？他这不是黄色的毛，好像是红色的。想当年我也是个黄毛，还是一个小黄毛。稚嫩的年纪，在结了婚的时候，我褪去了我一头黄发，然后就变得更加的神圣。哎，今天这咖啡怎么感觉不好喝？最近他妈都快熟透了。算了，我就不用打了，男人这种打野随便杀打野的。那你一个 ADC 都不来帮忙打野怪的吗？打啥野过分了啊。2014 2018，感谢你。我学的 Q 还在帮他打野怪，不一样，你是光之圣甲，好吧？这个 W 的伤害这么高的W 手快130，蓝海真的很好的。旁边的 W 很恶心，并且，妈的，别人去靠个 W 吃饭。哎，点燃 A 一下，我操，摆过来。你们这两个也太骚了吧，这么凶吗？旁边直接补刀，你那个是上来这么打？哎，前期的时候。多一把小铁剑都不一样啊，那差别伤害高的真的离谱啊！之前多大家都没什么看性。之前版本天赋好的话，带的好的话，一把长剑收的效果不大，就没有像这个版本那么大。哦，被勾中了就没了。准啊，下海。还行啊。就哎。觉得你能杀得了我？就小夏这种金刚护体，我就相当于曹操，就相当于典韦，你知道吗？你曹个锤子！你是妈的讲简冷的，简冷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你就是知道吧？简冷的是什么啥意思啊？跟老子好好说一句。就他妈简陋。别说简陋啊！他妈一个人杀进治疗出你就杀两个，他妈说我简陋。哇，你杀两个吗？出个明天出个鞋，说话注意点啊！明天就是相亲相爱日，懂吧？怎么？明天我也不巴你就行了呀。杜城哪里有杜城啊？杜城没吃早就没吃早吧，无所谓的。杜城哎，不就80嘛，一个人头就来了。80块，我一个助攻都到了160，不知道有没有160的话，猜的。管他有没有160，哇、哦，只要不是250。退一下，退一下。阿兰他妈的很懂事，我操！带个双 buff 他就上不了场了，我操！你待会儿蓝谷干什么？对，他在拿双 buff 送给我们。嗯，你在抓梦卓？奥利给啊，懂事啊，铁子。啊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啊！操！
欧力盖啊，这么真实的吗兄弟？你 这个小夏以后倒了你就机会 啊，你这个也太过分了，不便宜吧？那肯定啊，哎，这个直接就是双 buff 都来了。这个不到位啊，那 buff 的他人没死，好吧，在这里。嚯、哦，你怎么是老能中 Q 呢？不是啊，他妈的 buff 黑了。这种 Q 你都能中吗？那我能怎么办呀？我就只能在后面看着你死了呀。死了，麻烦来了，你上呢？你自己跑过去放眼被打了，我咋上啊？好像只要我一死，小夏战斗力瞬间飙升10%。他 Q 到我了，没办法，他就自己找死，有什么办法呢？回家回去。就小夏这种宅种级别的，真的宅种。没意思，没意思。这个 ADC 我就开始怪队友。不是你拿人头的时候怎么不见你这个怪队友呢？没有死了就在这里叫是吧？死了就在这里叫，那这拉个 CQ 确实是有点准，但我都走位了现在还没准，补刀累不累啊？我也补刀好累，补刀一点意思没有。作为一个 AD， 要合理的理财发育，然后 ADC 基本上就补刀必须是要一刀一刀补，不能用技能，不能用什么技能补刀。要看他一刀一刀的生长。特别德莱文是这种就必须要一刀一刀打。你是一刀一刀打还不行，哎呀呀呀，带走了手下护手，要护个助攻先，你他妈绝对是故意的，夏宅总。干什么？啊、我没血了。他妈的，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妈把 W 拉走是吧？我怎么捡 W 的时候？你 W 盾你也知道了，你又拉不过来的。你拉不过来的，混蛋！你在做什么？你自己死了，怎么能够怪我呢？就这种人，你不相信我？说他妈的是宅总。啊！你自己去，你去看回放。如果这一波你拉了我的灯笼，你能活下来？我这个直接发1000万红包。哎，我有治疗的兄弟，好吧。然后要你有治疗，你自己不用啊？你刚用了你死不了，你还有闪现。我他妈怎么今天打不了闪现就跑了？出来了，兄弟，1000万红包，别逼逼了。你用治疗加闪现不就行了？红包别解释，啊、说的你有点治疗了，做到的。不可能的，好吧？你活你妈的，你拿什么活啊？妈蛋的！这宅总，你刚刚点治疗也是死好吧？他刚砍不了那下的。来，剧情回复好吧？我刚才是6级，好吧？你 W， 我捡一下。我 W 的盾你已经吃了一下了。我要这捡那 W， 我要回。你捡锤子 W， 第一下寒冰打你的时候，你就蹭到我 W 的盾了。你在想什么呢？你以为我是后面给的，你没吃到我的盾吗？行吧，我要捡 W 出来。你点啊！刚刚他自己断了呀，时间到了呀。你他妈别往后面走。自己不点操，怪我啊！动手！这是换你喊的。动什么动？动怎么动啊？这是换你喊的。男人来了，鲍肥就属那种，我就属于奶妈，啊、知道吗？鲍肥就只知道奶奶奶奶，我要吃奶奶，他妈的！好、哦，我给啊，阿拉这样子动手的吗？只知道索取。哎呦我操！这怎么就死了？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啊？我骂你当畜生，你敢应吗？不是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你快死了，我肯定见血 A 胎啊，找你打死他。
你为什么带四零哦？啊，生油嘛，他妈又不发、啊。你还不如带这个，带这个进化。那人真的有问题。进化不就来了吗？谁期待不就进化吗？这个进化也叫进化吗？那也、这个、那也 是买的也叫进化吗？稍等啊，再给你们再加个进车啊。不是那种，我是一颗小虎牙，这种不是 ID， 你知道吗？就是如果你没有起 ID 的话，就它就全部都是这样的 ID， 知道吗？就你没有起昵称的话，就全部都叫我是一颗小虎牙，知道吧？就是这个样子。哦哟，这个是，叫做。哦呦，这人怎么不在中路待着了呀？你就跑来下路了？来了，老弟。哦。你用水银它也可以捡进化的吗？哦，它自己的进化也不对啊。哎，我这过不掉。哎，够了没有啊？哎，这么帅的吗？这个男人，这是忠犬呐、啊！啊，这闪现直接就咬住的吗？很重啊！有点像昨天我们那个男人啊，昨天那把闪现过来就把他咬那个一下，差点被。差点搞输的那一把，那男人直接把他们那个 AD 咬，那个打野咬住啊，拿下大龙，咬住他的大根，很难受。那法外怎么这么脏？莫名其妙他妈就把一套上，有一套啊，铁子，这么玩他妈就有现在不懵的。我发现但凡是这种脆皮啊太容易死了，一旦这个我们发育的好啊，碰一下就死，跟小瓷器脆的跟他纸似的，摸一下能把人没了。哎，这法外你妈是够怪的呀！一眨眼他妈就这种装备了，就吃个一塔的镀层，然后就这种装备了。嗯。这韩妹不是出那种的，不是出西兰刀的，是破败的。破败双攻速的，哦，这里面竟然有一个小可爱，开了几个头的啊？开了五个，这有点太多了。这还多啊？我五个。我补哥就有人做吧，这把可能拿不到了。那对于底下很矮耶，他能人头这么伤害高的吗？炉灯啦，我说呢，让他打我，他们连我盾都打不进，一个盾你打不了闪，他妈是从哪里去的？你说这群人怎么就
赌的操作欺负可是、啊、全部都是脆皮啊，啊，都是脆皮机，一刀一个。三五五刀，除了对面诺手可能会肉一点，他们这个阵容有点顶不住。就像风筝断了线，你不想活了吧？哎呦我操！韩冰，你不想活了？你这不想活了，我就不来了。我这种小守卫躲在墙角瑟瑟发抖，他妈他来的亏空的。你这个怎么就？回家这个就属于要不要做呢，考虑考虑一下，不让做啥就给他做吧，再不知道做啥试一试头盔，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个做个骑士姿势，然后其实骑士姿势等挺能增加我的肉度的啊， AD 伤害高这个东西，然后再然后再做一个再做一个锤子的魔法，魔一切的魔法伤害都是可以用守卫走掉的。两个人这么牛逼吗？这两个人打我的时候怎么没发觉？打我队的时候他妈怎么一袋一袋的？卡牌落地身材，啊讨厌！攻击射飞，那我真受不了了。W， 哎呦，我来，来不了了，你好像杀不掉他了，兄弟。有的方位不对，我来、啊、很难来。你这都杀不掉的吗？我觉得他们俩必死，我就没下狠手。我就不进去了。我也没打到。多大的人了，妈的还是，对，还是才耍的一招。你的破稿像苏古力的样子。花里胡哨。花里胡哨。你能不能够就是吃技能的时候考虑一下你的队友？啊，我这么好的走位，嘛呢？他回城，他回城是吧？不好意思啊，哎呦，没中。对了，伤害我来吃啊，人头你来拿。可以啊，我当。回家了。我手在上，我这么嚣张吗？一套一套的，这个被秀了。我觉得这个大虫子的皮肤真的好。我这样爆飞，感觉很丑，但现在感觉变大以后好，挺好看的。哇，你连招这么帅的吗？直接就 Q 币啊！他妈的！啊，追不到他是最难受的。嗯，确定你们敢动手吗？反手就给你一剑，追不到，追不到不是很正常吗？你有蓝吗？你有蓝。做人要厚道。上一次妈怎么看到我就叫啥？这个难枪啊！我就操了，我就 A 一下 ，A 一下 ，Q 一下。被你妈个蛋蛋皮啊！我、哦、他妈都去世了 ，A 一下 ，A 一下 ，A 一下。哎，怎么死了？我、哦、他妈被诺手在这里，他妈的一个人给我，给我请治疗，光管杀了。我没抽到，打不过。你怎么就跟诺手穿起来了？他是给我过去的，光管一顿打，打得我他妈的难受。
快点快点，过来过来，看好了，我发现诺格萨斯的英雄虎屁话骚话都特别多，那每用一个技能要给你 BB， 先 BB 一会儿，首先口号要喊得响亮，溜了溜了溜了，嗨，怎么这么小，哎，这个骆驼怎么感觉很笨啊，哎呦，哎呦，救不到吗，我操，怎么寒冰在啊，今天你也跑啊，那就是个突然法啊，想跑啊，不看你这，你吃我两个头啊，干嘛你们还在那里呀，你看这就是你最终的归宿啊，就要乱吃是吧，我来了我来了，我回家了，我们都在这里打翻天了，你才来，来晚了，来了来了，这人都死光了，来来太晚了，来太晚了，哎哎呦，多少刚才你是能打得够我，现在是有规避了，什么诺手真的救得了你了，我来了我来了，再来一刀，哦 double kill， 有说法、啊、往哪里跑啊，这他好像想去哪里、哎、这他妈的混子的板甲太牛逼了，他这个板甲好跑得好快啊，哎，这个诺手其实真的挺能跑的、啊，哎呦，我他妈受不了了，我这寒冰婊子，我他妈招谁惹谁了，我操了，我就，哎，别虐去了，走了溜了，明明是这个诺手跟这个南圈招惹的事情，走了，为什么要来找我，真狠心，这寒冰招你惹你了吗，啊，能不能冤有头债有主，不要乱造杀孽了，我劝你善良啊，寒冰一表干他，给你上个套套，你要干啥，就你这狼 buff 就，哎，想 EVR 什么 EVR， 他刚打你 EVR 吗，没有啊，单挑打不过，嗯，我还以为有我在他都能够把你给杀了，哎，主要带治疗了，治疗这个天赋其实真难一点，单挑不厉害好吧，对，单挑不厉害，我跟人家没有眼嘛，这样玩德莱文，这样把它当成刺客一样，知道吗？它是一个刺客，所以什么治疗啊，这个天赋不太适合。哎，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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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追人的速度不跟人开玩笑的。啊，你这一九九阴白骨爪挠的，让你吃我的头，吃。对呀，胃口好是吧？嗯。嗯，混蛋，那你吃我的，吃我的人，平时喜欢吃是吧，啥呀，啊，谁呀，大童子喜欢皮，吃了我两个头，操我牌，肯定下肚了，哎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这个眼睛啊，长下面有一个眼，左眼是长比右眼下面一点，所以灯笼没丢好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下次还吃你的，嗯，觉得你能活、啊、为什么他能活下来啊，谁啊，反正是你说给他听的还是说给我听的啊，我也不知道，你这个是你干嘛呢，你这飞的感觉、哎、是真的好，带钩勾过去再平 A，我怎么飞来飞去的，全部 Q 了吗，刮甲 Q 了吗，五杀五杀，哎，这怎么就杀了四杀了，长寿门准备就去，逃跑门，哪里来的长寿门啊，
没有 TP 啊，有，哎，有 TP 了，有 TP， 给他们杀一个 ，Let's go， 好像不都不需要上课了，嗯、啊。大哥，溜了溜了，打完收工，打完明金收兵。哦，他有进化是吧？打完收工，打完收工，明金收兵，收工。三下之力，打完就跑，哎，贼刺激那种。哎，打的一套一套的。刚刚我本来是忙闹的时候冲进来，我想过到他之后飞到半空中闪走。结果操了，他进化解掉了，尴尬了，有点尴尬。能看出来我这个想法的人，这个直播间不超过十个。哦，这一刀是让你人魂分离，好好的想，来一刀。哎，我发誓，我真的我碰都没碰他一下，好吧，我真的碰都没碰他一下。哦，有些时候该是我的，他就是我的，你知道吗？哇、哦，舒服，舒服。我今天不管你做左翼，给你扛在这。Double kill， 这没感觉、啊，这大刀打我身上。啊！这一下过去，哇！他不可吗？干不掉。回了，回了，回了，回了。给你们三个眼，好吧，给你们发育一下。三个虾吗？不是啊，给他们放点眼啊。买个大药剂。哎，你也挺有钱嘛。啊、又准备就去了吗？啊。早说呀！早说，长者们他妈的打败 TB 安排起来了。哎，对面受不了。